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番茄肉末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再好吃的面也不如和你天天见面。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它啦，李子柒番茄火锅底料，满满的浓郁番茄泥，每一个面条都裹上了浓郁的番茄汤汁，酸甜可口，清爽不腻，快走给爱的人吃吧。